耀，获得了做母亲的喜乐。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双重、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天父与你同在。大家平安。全部平安。明天是母亲节，所以祝福母亲们，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在庆祝母亲节的前一天是礼拜六，我们台湾的教会就是定他为中华庆祝中华圣母节。那这中华圣母也是说我们这个大中华有一个主保，那我们主保就是耶稣基督的母亲，他会保护着陪伴着我们，所以我们把我们这个大中华民族也交托在我们天上的母亲的手中。现在我们大家认罪，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你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宣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死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死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拣选了玛利亚做你圣子的母亲，也使她做我们的母亲，求你因她的代祷降服我中华一教人民，恩赐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使全国同胞都能认识你、孝爱你、侍奉你。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恭读宗徒大事录。那时候宗徒们从名叫橄榄的山上回了耶路撒冷，这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一安息日的路程。他们进了城，就上了那座他们所居住的楼房，在那里有伯多、若望、雅各、安德、腓里、多莫、路茂、马窦、阿尔腓的儿子雅各、乐城者西满及雅各的兄弟犹达，这些人同一些妇女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专务祈祷。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愿
上主的名永受赞美。上主的仆人，请同声赞颂，赞颂上主的名，从日出到日落，愿上主的名受赞美。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上主超越列国万邦，他的光荣凌驾穹苍，谁能与上主我们的天主相比？他从高天俯视诸天和大地。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他把软弱的人从尘埃里救起，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使他们与公卿同席，与民间的近身并坐。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阿肋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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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肋路亚。玛利亚，你是我们教会的荣耀，你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你给我们带来了喜乐。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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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还有克罗帕的妻子玛丽和玛丽德莲。耶稣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这就是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那门徒说：“这就是你的母亲。”从那时起，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了。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大家平安。今天的福音，我想我们在圣周的时候，我们应该也听了，在圣周五，耶稣的受难记。不过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那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是在场的有两个不同的队伍。第一个队伍是司祭长。司祭长、法利赛人，还有群众、罗马士兵，他们是站在同一边，他们是讽刺着耶稣，他们就是呼喊着，就是从之前他们耶稣受审判的时候，他们也是呼喊着要求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除了这个队伍，还有另外一个少数的队伍。那这个少数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旁，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的姐妹、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还有玛利亚马德勒纳，四个妇女。除了这四个妇女以外，还有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若望，就是在耶稣的十字架旁有五个，另外一个小组是五个。那对观福音也说，有一些妇女，她们也是见证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过福音告诉我们，是她们远远的是站着，所以在耶稣的十字架下、十字架旁站的是这五个人。那我们看看这五个人，他们到底是谁？
我们看第一个是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姐妹，这个是耶稣的阿姨，耶稣的家人，耶稣的阿姨。那除了这两个耶稣的家人，还有克洛帕的妻子玛利亚。克洛帕在马古福音说，克洛帕就是阿尔菲，就是同一个人，克洛帕就是阿尔菲。那这个阿尔菲的孩子就是雅各伯，次雅各伯。那这次雅各伯，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耶稣的兄弟，耶稣的兄弟雅各伯。好，这个阿尔菲在早期教会的教父告诉我们说，这个阿尔菲就是若瑟的兄弟，若瑟的兄弟，若瑟就是耶稣的那个养父。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站在十字架旁的是耶稣，跟是耶稣的亲戚，是玛利亚他的母亲，他的阿姨，还有他耶稣的婶婶，以后还有玛利亚马德勒纳，玛利亚马德勒纳。所以这些人他们见证了所发生的事情。好，若望也告诉我们，耶稣看到了这妇女在，玛利亚在，也看到了耶稣所爱的在，他就把他的母亲交给若望，也把若望当作他母亲的儿子。这是在今天的我们所听到这个福音，这个就是一个代表，代表是耶稣圣母，就是我们信仰的母亲，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我们说相信耶稣基督的是我们的母亲。那如果圣母是我们的母亲，耶稣是我们的什么人？耶稣是我们的兄弟，耶稣是我们的兄弟。所以我们参加基督活力的时候，我们称耶稣为谁呢？我们长兄，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是我们的兄弟，但是他是我们的长兄。所以圣母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也是圣母的儿女。在今天我所庆祝的是中华圣母，那中华圣母就说我们中华大地区的人们就是圣母的孩子们，圣母的孩子们。我们不是说不能说只有灵洗了才是受到圣母的照顾，所有的人圣母会照顾，天主也是会照顾，他不会放弃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这个的大中华民族也放在圣母的手里，我们求圣母继续照顾，继续保护我们。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天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为光荣你的生命，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终身侍奉你。天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生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分支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阿们。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扫除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感谢天主。阿主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比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